快给我滚出去！没有说清楚，你受的委屈我全部领悟。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时间。尽量浪漫，就是我希，我希望可以是浪漫的，但是浪漫是他。哦，我是浪漫，就是不快乐。对，我不快乐。我们先抱哦。好，好了。难道你愚蠢，还是我残忍？你依然还那么信任。平常没有跳舞习惯，所以很紧张。喝醉当然会跳。没有会啊，但是好像很久没有，就是很浪漫的这种。我有哭一点点在这里，然后就卡住了。然后不应该是哭戏崩溃的地方，我有哭。不要真的情到，就是磨蹭，磨蹭，额头这样子，鼻子，磨蹭。我还在。我还在感觉这个磨蹭啊，摸他的脸啦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对对对对。这个吵架，很期待。你看得见吗？我看不见吧？你说你把它。没有必要说清楚。你受的委屈我全部。今天非常辛苦 ，Bruno 导演。塞他，再塞，再塞，给他吃，再来。还要叫我做一些情绪的东西，很大的挑战。做我们永远不会分开。说你，我要你羞辱他。哎，你说你那么爱，想跟我在一起，笑他。对不起，不会不会不会，我觉得你很棒，不会，我真的觉得你很棒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办法让他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事。这个情绪很重，对你来说会有很困难的地方吗？其实蛮困难，但是因为这个 MV 蛮好带入的，它就是谈恋爱的一个很常见的情境嘛。虽然我不知道真的发生什么事情，可是听歌时大概就可以理解那个故事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反而听音乐的时候就蛮好，蛮好带入的。对，音乐帮助很大。谢谢，因为是我写的，谢谢。就是一段感情，然后我知道我自己是不好的，对，然后对方就是还是对我很有好感，然后我也想说为什么，差不多就这样子，我不要把自己讲得太坏了，对，就是差不多了，就是其实 MV 表示蛮 on the die。出去啊！